小尿秀高定福，大皇宫变身梦幻境厅。老佛爷的魔杖一施，巴黎大皇宫顿时变身为银灰镜厅，灵感出自康鹏总店镜梯，也借此颂赞品牌华美工艺。Chanel 2017春夏高定福秀就在如此梦幻氛围下展开，韩星 G-Dragon、朴信惠、超模刘雯都来捧场。模特儿身上的华丽金属礼服与镜面地板相互辉映，光晕烘托出优雅公主气息。大量的奢华刺绣结合亮片、细珠等元素，或是细长羽毛装点裙摆，打造如梦似幻的效果。强尼戴普女儿 Lily Rose 穿着粉红婚纱压轴走秀，圆弧蓬袖与多层次裙摆剪裁，宛如盛放的花朵般抢镜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